弟兄姐妹平安，在远在使徒的时期，教会便有设立长老的职位，负担基督教会建督之责。使徒保罗曾经这样提过，那上一管理教会的长老备受加倍的敬奉。因此我们这个教会在行政方面，非但有牧师奉基督的名宣讲福音、主持圣事，也会有会友所推选的长老与牧师一同自行教会行政各项施工。所以长老与牧师组织成为议会，负责接纳与助退会友，乡里礼拜，培养灵性，指导教会的施工，促进各种属灵的活动。长老可以受委派代表教会出席七会大会，长老的职责所在，一言一行都当尽圣上的榜样，在服务会友的工作上帮助牧师。现在周秀清姐妹已经受会众所供给任长老的职务，他已表现要愿意的服务，因此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要为他举行按例的典礼。我现在要问你几个问题，是根据长老会的法规来问你。I would like to ask you a few constitution questions. 你是否相信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信靠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并承认他是教会的元首？是，我相信。你是否相信旧约、新约圣经是上帝所默示，为我们信仰的行为无上的准则，且包括一切救恩的要道？我相信。你是否承认本大会的信仰和法规与上帝的道是相符合？我相信。你是否接受本会长老的职务应许终是奉行职责？是，我承认。你是否应许蒙求教会的和平、合意与清洁？是，我愿意。现在我要向会众问问题。I'd like to ask a question for the congregations. 本会的诸位会友，你是否承认接受周秀清姐妹成为本堂会的长老？愿意。你是否应许照上帝的话语与教会的法规，在主耶稣基督里尊敬他、勉励他、顺服他？愿意。昔在、今在、以后永生的上帝，慈悲的天父，你建设教会，借着圣灵眷顾他，也借着你所拣选的人宣讲真道，施行圣礼，领导群羊，眷顾穷人。愿你接纳这位姐妹，就是我们现在所安立的长老的人。主啊，我们现在恳求你，将他分别为圣，将天上的智慧丰丰富富的赐给他，又求赐给他恩惠，充满圣灵，
大有信心，本着敬畏上帝之心，自行管理之职务，至死忠心，当大牧者。我们救主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但愿他能获得不朽的冠冕。阿们。现在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教会的委托，我现在宣告周秀清姐妹正式案例成为我们的教会长老周秀清长老。请他握手，握手，握手。I would like to maybe invite Reverend Jane to say a couple of welcome words. Welcome to Mary. May God bless you in your ministry, and may the Spirit just guide you and nudge you to do all that God intends you to do. Bless you. It's always delightful to be here with you in worship. Thank you for welcoming me and inviting me to participate with you today. God bless you all. Thank you.